极乐世界往生到那边，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所加持的，不是自己修的，跟那些自己修证的阿罗汉不一样，比他们殊胜太多。 这是我们要感激阿弥陀佛，要感激释迦牟尼佛这么样的热心来劝导我们，这个法门真正难行。佛苦口婆心劝导，哪些人能信呢？有缘的人能信。什么叫有缘呢？过去生中曾经学习过这个法门，这一生又碰到了，佛热心劝导，我们接受。 要没有这个缘分，没有过去生中的因，这一生佛讲的再好，还是不能接受。这种人多不少啊！几个人真正死心塌地，一心一意专修净土，这还是不多。 那么这个地方就说明两句偈，十个字：天人不懂众，清净智海僧，贤士生到极乐世界，戒定慧三学具足，圆满的具足啊，由上可见。 所有众生的，皆是以清净句里头流现出来的。他从哪来的？这一个清净句，就是。 清净智慧，无为法身。再给你讲的具体一点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。是从念阿弥陀佛这个地方流出来的。 佛号的功德不可思议。这一句佛号，包括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，大乘小乘，宗门教下，贤教密教。 这一句名号通通包含了，不仅是释迦牟尼佛，再扩大来跟你讲，十方三世，一切诸佛如来，自性里面包含的，修持里面所得到的。 无量无边的智慧功德，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。你念这一句名号啊，通通都念到了，一个不漏啊。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千万不要把光阴错过，每一秒钟。
我们都要念佛。一秒钟不念，这一秒钟错过了，其他的都放下，不要去想了，也不必去学了，来不及了。啊，我们要学到极乐世界再学。